Nani，我要去找 Miki 玩啦。呀吼 ，Miki， 我来找你玩啦。Miki 不在 ，Miki 去哪了呢？会不会是跑出去了？Hello， 喂，马叔，出大事了 ，Miki 不见了，我们需要赶紧找到他。好的，放心，我一定会帮忙找到 Miki 的。OK， 出动，出动。Miki 呢？完全看不到他呀 ，Miki， 没有啊 ，Miki， Miki， 哎，朋友们，那是什么？啊，原来不是 Miki。是只兔子。拜拜。找了半天都没找着 Miki。那是什么？好像是 Miki。朋友们，他一定就是 Miki 了吧 ？Miki， 我带你回去找萌萌吧，走。找到你们家 Miki 了！哇，马叔你真厉害！啊，马叔，这个才不是 Miki 呢！哦，是吗？马叔，这差别也太大了吧！你太弱了。长这样，那我再去找找吧。算了，还是我出马吧。那你等一下，加油加油！我们千万不可以像马叔一样傻傻分不清楚。我一定会找到小猫咪的 ，Miki， Miki，、有动静，怎么会有狮子呀？啊！在那边 ，Miki 到底去哪儿了呀 ？Miki，Miki，Miki， 哎，那是什么呀？啊，啊，是我的 Miki。等等，有大象。哇！走走走。哇！就是他了吧？出来了。Miki，
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可爱。哎，没有公主装吧？怎么参加舞会呢？哇，是芬妮公主装扮玩具。玩具盒里好多